稍微的等一会儿。来，有请五号选手伊尔波利。有请。这次是带着家伙上来的。嗯，这是什么宝贝？啊，这是哈萨克族的民族乐器冬布拉。冬布拉。冬布拉。九十秒是边弹边唱吗？对，边弹边唱。我给大家唱一首大家都熟悉的一首哈萨克族民歌，在那遥远的地方。哦，在那遥远的地方。来，九十秒计时开始。弹起冬布拉，唱起非常动听的歌曲啊！对，以前是光听过这首歌，那配上冬布拉，别样的味道，更美。嗯。